接呢。什么东西？那刚好转一下位置啊，转一下方向再来。下面有高速公路，哇，太酷了吧！有铁道，有高速公路，都有哎。有那个捷运了，捷运在下面，我们在上面。下面是公车站，旁边是火车，旁边是火车，是要搭到这边？对，好啦，我们搭到大船哦，要下车了。这是最后啦，刚好就是这一段，这样子船到大船。没得啦。啊，赢吗？